以及陕西香港团共同举办的2018春节联欢晚会。我是主持人刘某。我是主持人格格。我是 Jesse。 我是蒋思。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，欢乐祥和将定格在时光的记忆中，欢声笑语将谱写新的一年华丽的乐章。用您的歌，您的舞，去谱写历史的这一刻，开心就在今夜。2018，我们来了。在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过后呢，首先我们几位小主持人将把话筒传给我们今天的嘉宾主持，掌声有请猫姐文静。掌声有请。而且呢，我们两方呢合作非常愉快，效果也很明显。
的盛况空前。祝大家呢今天晚上吃好喝好玩好。最后呢，我还想感谢这次为我们的晚会不辞辛苦做了很多工作的人们，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们，包括文涛会长、吴小杰、东北同乡会的全体理事、陕西香港团的全体理事。没有他们的辛勤付出，就没有我们这次盛大的聚会。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，好吗？来点掌声支持一下，好不好？对呀。下面有请所有理事上台给大家拜年。有请中我们东北同乡会和陕西香港团的理事们，请理事们上台给我们所有。说明我们的话都是一样的，是吧？是，我们都是一样的，好，请
想起